我给我们家儿子录了很多这种平常生活的视频，我偷偷录的，然后我准备带上去。我们家儿子特别幽默乐观，是我的骄傲，我很喜欢的。所以说这些家庭生活包括我爱人一起生活的一些录像，我带上去平常看一看，也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。我现在就是准备带一个全家福，带一个那个牛娃娃，我们牛气冲天嘛啊，然后还带了一个一小袋的那个做睡眠的，有的跟那个天照上的，有的跟核心舱上的，还有随我们战船一起上，做纪念的，做吃的，做展示的，都有。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惊喜吗？到时候有些东西展示的该展示的可能也会看到。